可以了吗？妹妹妹妹，哎呦啊！哦，来，口罩就是这样了，让他拍。还有拍？前拍慢拍，前拍八拍。看着我了。来，美女美不美啊？美。帅哥帅不帅啊？帅。梁哥帅不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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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哥
大小姐加油！大小姐没理。加一个。木美也不行了，这怎么办？去年的，感谢我们这个平台，让我们争取这个平台，也感谢我们中国旗袍会能在大小姐的这个年轻的队伍中，给我们中国旗袍会争光添彩，感谢他。美酒佳肴宴宾朋，今宵举杯更欢庆。在这至此好时好日之时，我们纽约大小姐名媛模特队与中国旗袍会正式成立。掌声鼓励，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在成立我们的纽约我们中国旗袍协会与纽约大小姐名媛模特队，在风风雨雨当中不断的茁壮成长，成立也是离不开在座各位名媛佳丽和各位绅士富豪的一个支持。有一些友谊商家、赞助商家，我们呢在这里代表名媛佳丽会的旗袍会的和中国旗袍会的两家协会，感谢他们。多谢大家。首先呢，我哋咧系祝一咧系名姐今日咧都晚出席嘅嘉宾先嘅。红领山庄大酒楼庄主明哥，掌声在哪里？北京同乡会沈毅会长，多谢多谢。然后呢，我哋系有海洋建筑装潢公司老总大海先生，就喺我哋台上。谢谢大家，多谢。东宝宝老板娘，收起，在哪里？请举手示意。耶、yeah, ，欢迎您。恒建建筑材料公司老总郑恒先生，多谢。泛华总裁张帅先生。ICN 电视台。想举手示意好吗？谢谢老总。以及咧，我哋今次咧亦都好荣幸咧，系请到我哋一个咧特别嘅老板啦。佢咧系特别咧系过嚟嘅，就是、豆捞包 Susie 豆捞包美女。老板 Susie 啊，美女老板啦，多谢晒我哋。本场有水赞助。由香槟华大理石独家赞助红酒啤酒，可爱红酒是我们福州人自己推广的品牌，是我们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代表我们中国商家的一个民族品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谢多谢，你咁样笑起嚟带咗佢一个好朋友，佢系阿鱼嘅，呢、这个好啦，个铺名叫做鱼，一条鱼嘅，系寿司店，但系咧系叫 Sky 嘅 ，Thank you Sky， 多谢晒，多谢晒你啦。主持人梁哥，谢谢你的辛苦劳作。梁哥，系啊，你个妹妹啊，妹妹同头先两位嘅化妆师嚟咗，非常多谢妹妹同埋以及两位嘅朋友嘅。呢个人真好。我哋有冇边个留？
就刘青海演出。大小姐名媛加一菲的模特们为我们带上第一场走秀表演，让我们欣赏民族古画的文化的同时呢，品美酒，唱加油，好不好？大家掌声鼓励。大小姐，大小姐，今次呢个我用四个钟头训练过。哎呀，四个钟头，如果我训练翻你来咧，我真系好想睇下。大小姐，你嘅班嘅美少女准备好未啊？未可以安排好了没有啊？我们大小姐名媛模特队可以提供各种大型晚会的礼仪和模特口述节目和平面海报模特，还可策划承办整个大型活动贵宾迎接、迎接司仪服务、兼办模特培训班、开办礼仪小姐课、化妆课程、少女必修必修技术课等。Thank you.
各都是各行各业的老板们、嘉宾们，还有各行各业的艺术家、摄影家，全部都出师一般的，我非常感谢。大小姐为什么要成立这个旗袍会呢？第一，我希望中国有一种服装叫做旗袍，只有我们中国人、中国的女人能够穿得最美，看过去最优雅。这一件衣服，我希望能够走到全世界去。很好啊，这一件衣服代表着许多的文化和许多的内涵。大小姐曾经在这个地方做过见面会所的一个商业式的形式，在这里经营过了4年，这里的所有的朋友都认识这个地方。今天非常荣幸就地穷游的地方，我去了新世界那边开了一家大小姐工作室，一间具有所有传统元素的丝绸旗袍，这一个是我终身最梦寐以求的服装。今天呢，我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了我们中国旗袍会的几个重量级的姐姐们来把我编为中国旗袍会一个峰会，就是我变成一个大小姐名媛队的一个中国旗袍会里面的一员，我非常的高兴。现在有请我们张小姐来上台为我跟我们说一句话，谢谢。为我们的旗袍，请大家安静。 OK。各位朋友、各位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我现在代表中国旗袍会纽约总会向大小姐名媛旗袍峰会祝贺词词祝贺信。中国旗袍会纽约总会大小姐名媛旗袍峰会会长王草心女士，我们的大小姐及全体名媛佳丽们，你们好！祝贺中国旗袍会纽约总会大小姐名媛峰会成立，今天是个好日子，集这么多的热爱中国旗袍文化的姐妹们、朋友们，在纽约法拉盛有名的见面会所，见证这美丽的时刻，我们心情激情澎湃，我们兴奋。王巧心，我们的大小姐，多年以来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热爱中国文化，传统的旗袍文化，用她的魅力感染了身边一大批年轻的姐妹们、年轻的女性，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相信中国旗袍会纽约峰大小姐名媛峰会的成立，对整个纽约大地区的纽约热爱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旗袍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将走进一个新的时代。谢谢谢谢。我们祝愿中国旗袍会纽约总会大小姐名媛峰会美底如云，旗开得胜。我们衷心的希望在王巧心女士我们大小姐的带领下，让更多更年轻的女性名媛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的传统旗袍文化，穿着中国的国粹服饰旗袍向全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谢谢大家。谢谢中国旗袍会纽约总会2016年7月2日，谢谢大家，祝大小姐名媛旗袍峰会圆满成功，旗开得胜。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现在怎么可能，现在我们将我们的应聘书和我们的牌匾发给大小姐。
来解释。会长，可不可以让我的可不可以请两位？好，有请月上好，请吗？两位姐妹们，姐妹们去，哎，等一下，上了吗？上了，姐妹们，热爱中国文化，热爱中国旗袍会的，热爱中国旗袍会的佳丽们，都欢迎你们。我们中国旗袍会是为华人华侨在海外建立一个热爱中国旗袍会的平台。我们真心实意，不设门槛，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你的外貌，只要你热爱中国文化，我们都期待着在这里，期待你，欢迎你，我们感谢你。好，耶！谢谢谢谢，太棒了！看着我下一个。静上来，静姐上来，赶快上来上来，好，上来上来，穿旗袍，赶快上来。你有穿旗袍，你还躲在下面？我们欢迎所有爱中国文化、爱旗袍会的兄弟姐妹们。这个中国旗袍，只有穿在中国女人身上才像旗袍。大小姐，把话筒交给你，走吧。有人很奇怪，为什么别人都没有把这么多美女集中起来？因为美女都很丑，因为美女都非常的忙，因为美女在这个社会上的工作机会非常多，一般是没有空能够到舞台上做这些很浪费时间的事。有很多觉得是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曾经做过模特的训练师，对我来说，我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能把美女赶上台，而且演绎一份最美的旗袍秀。所以说，希望热爱旗袍的美女们跟我走，我一定让你在台上尽显风采，风华绝代。谢谢。来，我们请这个华尔街总商会的静姐讲起来，你看她今天穿的什么？好美的旗袍啊！来，华尔街跟旗袍结缘了。来，静姐，静姐，感谢所有来的每一个朋友、美女、帅哥们，因为你们的到来，让今天这样的聚会非常非常的壮观。然后大小姐，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们的美女哈，在不同的年龄，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机会，让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我的70岁能够像她这样子的一个光彩，我觉得非常棒。美女们，来，我在我眼中最美的两位美女在这里。我觉得哈，这样子好了，人生每个人都有个70岁，如果我们的70岁就像他们两位这么美的话，对不对？那我觉得我们是真的非常棒的。好，好吧。OK， 感谢每一位，非常感谢这么多嘉宾，宾盆满座。静姐，静姐，来，阿静上来。我们请中国旗袍会旗袍会的会长，是不是？Amy 姐，请起来。上来。来，好，那个 Jenny， 请上来。Jenny， 上台。上来。所有有穿旗袍的，请你们上来。OK， 今天晚上的故事就是美丽和纽约的故事，好不好？不分年龄，只要你是热爱美丽、热爱旗袍、热爱中国文化，来，上来。举起酒杯来，我们一起为我们的青春美丽。
我哋咧着旗袍咧，定係新型要靚咧，都係比較咧好靚嘅內衣。咁將來我哋